跟大家展示一下，你看，这是一株玫瑰，开出了多种颜色，错落有致的颜色。看啊，这是一株，从这株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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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看。看，就是这一株上，看，看一下啊，它的根在这里，我撤一下，你看，这边看一下，能看见吗？这根呢在哪里啊？这儿的根，看它的根。从这根上来，这根上来，两株花，看这个，还从这，就是这同一根啊，上来看见这两株花了吧？这同一株上来，有点不太清楚是吧？然后这个是它旁边的，看看啊，这是一株。一株上有多种颜色，然后这是它旁边的，旁边的是红花。从那面展示一下，这个是红花的，它的秧在这里，我把它挪过来，就是我手把它拉了过来，然后剩下这株了，这株。看，这是它的根，它的根上来，根上来以后，这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下剪枝，让它重新长。因为它长得太高了，以后就是观长秧不爱结朵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剪了一下，让它结朵。看，这是新长出来的，从这枝上啊，这枝看着这，一枝上长的绿枝，这个也是从这上长出来的，长出来的吧，长出来的，看着，这是长出来。然后看一下，这是长出来，看，从这枝上长出来的吧，看，能看清吧？就是从这枝上上来的，看。但是它现在几种颜色？你看一看，这一枝上能长出这么多种颜色，看，看这娇翠欲滴，这简直是梦幻一般的颜色呀！它是黄色的、太可爱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花仙子啊，真的是花仙子啊，你们简直迷死人了，这简直是造物主太神奇了吧，神奇。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这么神奇呀、是吧，神奇。这个是红的羊，我这是用手拽的，因为这个红的羊，红花的羊，这儿的头，这是我的手在拽着的，然后这两株，这是两颗，但是最神奇的就是这一颗了，这一颗就是红花，红花，而这一颗就是一株上能长出这么多。
而且它做的果子也非常的多，哇，花朵啊，不是果子，是花朵。等它都开的时候，那我真的是想象不了那种梦幻般的感觉，这简直太美了！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颜色呀，这简直是太美了，我看上它一万年都看不够。哇，哇，刚开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橘红色，然后现在又变成这种，这个黄的原来是橘红色，然后都打开以后，那下面那个橘红那个红有点淡下去了，现在不完全是黄，但是偏黄，它是属于橘黄色。然后这个现在说它是粉色也不完全是，简直是冰粉，仙女下凡，你们太美了，你们太美了。我觉得这个植物它绝对是有生命，它有灵魂，因为我在冬天的时候我把它剪成这样子，就是它就这两株，就下面这个干和这个细的干，就这两个，就是这个叉上这两个，然后上面呢我全都剪掉了，所有的绿色都是刚刚生出来的绿色的茎枝干，而且它就是非常矮。我剪完以后呢，我就有点害怕了，我就怕它能不能越冬，能不能活过来，剪这么短。然后当然它原来是很高的时候它年年都能越冬，但是变成这么小的时候，这么矮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说它这可怎么办，这么矮这么小，我就有点担心它的生命了，像宝宝一样的想保护它，然后在上面给它在这个剪的短短的伤口处，就给它用口罩，用过的口罩给它包上了，这把这个剪断剪口给包上了，这样能，我就觉得能温暖一点吧，别冻死了。然后我是经常来看的，我就是盼着它长出来呀，可能活过来呀，然后真活过来了，我这些盼望天天啊喃喃自语，我想它都明白。然后它活过来以后，它为向它的主人展示了这样一个缤纷多彩的一个画卷，绝美风景。它向我示爱，我都想哭了。他们这么用这种方式来向我示爱，我都想哭了，感动的。太漂亮了，太可爱了，小生灵们。这一株是我最爱，然后这一株现在还没开，它是藕荷色的，藕粉色，不是，就是叫藕荷色吧。又它也快开了，开了跟大家呈现一下，我还是要多看你两眼，让我再看，因为它花期非常的短，它大概不到一周左右吧，这应该是也是刚打开的，刚开刚绽放。这个你说它这样的花瓣旁边这个它的刺儿会伤这个花的，我觉得它挺占领别人的地盘，而我这个漂亮的小美女现在已经快没有地方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红色的啊、哦，这个红色的这个，它长出来了。你看它的刺儿，风一刮可能会扎到这个
小仙女似的，小仙女是棉，哎，我很想给它绑起来。好吧，找一个东西把它们绑起来，真的还是一个好办法。为了保护我的小仙女们，我不想让它受一点点的扎伤。小仙女，我爱你们，爱死你们了，太爱你们了。See you again.